说到紧凑型 SUV， 怎么能错过起亚 Exeed 呢？今天我们来看2023款起亚 Exeed。 视频中这台车是 GT 版，作为一款跨界车型，外观方面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，新的 LED 矩阵大灯，经过改进的进气格栅，车头两侧增加了两个进气孔，车辆在行驶中能够将空气引导在车轮两侧，从而减少空气阻力。这款 GT 版的外观看起来更加具有运动感，后备箱容量为426升，比普通版的多了26升。家用 SUV 设计师考虑最多的就是实用性，内装上除了新的仪表盘外，相对于上一代整体的变化不是很大。 GT 版的座椅全部采用真皮座椅，带电动调节记忆加热通风功能，内饰上很多配件都用皮革装饰，动力上搭载 1.5T 双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，配备了起亚最新的智能手动六速变速箱，还有一个七速双离合变速箱，拥有四驱系统，最大能产生158匹的马力，扭矩的最大峰值为258牛米。这次还提供了1.6升混动版。本期就先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